铜板声音响叮当，汇聚的是民众点滴爱心。假如我们人类每一个人把那个竹筒能每一天捐一毛钱或者是五毛钱，累积来就会很多，帮助到人很多。马来西亚哥打丁仪、乌鲁地南及芙蓉三个慈济据点分别举办岁末祝福。大藏经影片中全球志工爱的付出触动人心。我看到他们那边也是很惨呐、啊，这样我看慈溪的人真的很快就到了那个地方，就帮助他们，照顾他们呐、啊，给他们的食物吃啊，给水他们喝啊，这样啊，我看到也是很感动。那我们能够协助得到、做得到的，让大家那些在受灾受难的人能够受惠。志工手语演绎展现慈济人文，让不少民众也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馨氛围。慈济十年，他在四个月前就往生，我这一次来我也是很感触，就是可以感受到以前我妈在慈济的时候，就是她都做得很开心。大声唱出您心中的祈祷。众人点燃心灯祈福，汇聚善念，祈祝人人平安，天下无灾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